校开设。阿志啊，今年台湾灯会在南投县举办，国内外的好朋友都很期待，你可要好好的表现哦。没问题啦，南投县有台湾第一高峰玉山，也有世界级景点日月潭，白天可畅游南投的好山好水，晚上到中心新村欣赏台湾灯会。哦，那我一定要把最美好的景物及花灯拍下来，透过中华电信的云端和4G 服务随时快速上传2014台湾灯会精彩片段，让没办法到现场的好朋友们都能看得到。赶快拿起手机拍摄，注意哦，准备在表演喽。去年交通部观光局成功缔造来台旅客超过800万人次的佳绩，今年身为国际级活动的台湾灯会更是身负重任，且让我使出浑身解数精彩表演，吸引更多的旅客到访，请大家一起来观赏璀璨万千的主灯秀。耶、yeah!主灯秀献给来到现场的所有的嘉宾以及大朋友小朋友，祝大家新的一年大家一马当先，龙马精神。